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啊。美好的一年开始了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然后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，春节啊。然后看我这里啊，准备的整整齐齐的，对吧？五套新衣服啊，对吧？我这个工作服已经穿起来了，因为我已经忙碌了起来啊，把他们里面的卫生已经搞起来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新年第一天啊，然后我们都穿新衣服啊，就是这样。小黑已经迫不及待了啊，在那儿等着啊，就是这样，因为他已经袒胸露肉又好几天了啊，非常的不雅观啊。今天给他穿上新衣服啊，还是，对不对？小花这个也给他换掉啊，刚好到时候给他洗一下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你也要换新衣服啦，笨笨，期待不期待？笨笨说，我最期待，对不对？笨笨说，因为我的衣服是改造而成的，对不对？笨笨说，其实我也是很渴望穿上新衣服的啊。昨天晚上12点啊，我们这里放鞭炮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哎呀，不错不错啊。然后给他们把衣服给他们换上啊，把这边衣服给他们换上。嗯，还是笨笨最乖了，对不对？笨笨最听话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好，来吧。笨笨最乖了，小花也乖啊。但是你把赏鞭都脱了啊。希望小花，你新的一年你听话点啊，不要老是干仗啊，不要老是跟小黑跟笨笨干仗。来，我定，一二三，好跑不跑？啊，你要看看，哎呀，好跑光足了，咦，真暖和，哈哈哈哈，好好好，哎，起来，好，旧衣服放这边。新衣服安排上啊，小笨笨，脱光肚的小笨笨，是不是？来，笨笨，抓船，这会儿船来，来来来，好，这个劲，等一下啊，好，好嘞，美美的。穿上来，哎呀，你穿衣裳真费劲儿，笨笨，不过刚好啊，穿上来，哎呀，可以啊。接下来是小黑啊，小黑也是这件衣服啊，是上次你穿过的这件啊。你穿上这个可以。哎呀，小黑你就穿这个了啊。小黑格格啊，升级到小黑格格了啊。随后最难传的就是这个谁了，最难传的就是小花了啊。小花儿，要不要穿这个，换上新衣服啊，好不好？来，过来，小花，来，过来。妈的，你知道我找你有事儿，你又不过来啊，那家伙坏得很啊，就是这样。来，过来，小花，过来。妈的，嘚一下。好，挑战了。哎，换上新衣服了，把旧衣服都脱掉啊，然后空了让妈妈给你们洗一下，就是这样。哎，这都跑哪儿去了啊？都换上新衣裳都不理我了。来，过来，给我看看。哎呀，小黑呀、啊，哎呦，阿飞已经帮他们把衣服给换好了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。哎呀，这小黑小花这一件啊，相当的不错啊，也是相当的 nice 的啊，就是这样。这件衣服啊，本来是给小贝穿的啊，本来小贝穿的，但是这个考虑到小黑穿那个和笨笨同样大的那个衣服，它稍微大了一点，说实话啊，它容易被搞掉啊，我是发现这个现象啊，所以的话，这件衣服给楼上的这个小贝留着啊，小贝的身子稍微长一些嘛，他穿这个应该是。对吧，不会掉，刚好这个是毛豆的新衣服啊，刚好毛豆他俩就比较配对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啊，要带点花带点啥的啊，就是这样。楼下的对吧，新衣服都给他们送，都给他们送到了啊，送到他们的身上了啊，就是这样。这笨笨也是很开心啊，笨笨说，我终于穿上新衣服了，我好开心呢、啊、是不是啊？兔年快乐啊，新年快乐啊，你们先在院子里面玩一下啊。我们看看妈妈在做什么啊，小笨笨，哎呦，你要干啥嘞？先做点饭。给谁做的？卧铺。这给着卧铺呀，嗨，你看又忙起来了。这我妈这大上午又开始忙碌了起来啊，
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五个毛孩子啊。啊，是啥东西呀？鸡胸肉啊。你这天天喂我，卖的鸡胸肉都不够了，天天你只要喂他们。哎，卖的还有猪肉也给他们点哈，中中中中中。哎呀，你走吧，让他们在院子里陪我爸玩一玩啊，就是这样。你看小黑传的哥哥，然后小黑现在是黑哥哥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啊。哎，你跟小伙儿玩玩，熟悉熟悉。哎，他不叫你磨嘞，小黑我都磨不住，你会？那你问他，你说今年旺不旺？给你旺旺旺了。哎呦，我们向导，等一下，好，哎呀，我天哪，小贝，干啥去了你？你这儿喝过，哎。哎呀，这衣服给你俩穿好了，你俩咋跑这儿来了？啊，特别是谁啊？特别是毛豆。小贝，你这衣裳就是大吧？算了。这个两个 XL 的衣服对小贝和小黑来说都有点大啊，就是这样。哎，这就很尴尬了，这过年的好不容易给他换上啊，哎，要不再给他换回去吧？好了，我来了，你别着急。我们别着急，知道吗？给小贝抱下去了啊，他着急了，就是这样。毛豆说我也得炫炫我的新衣服啊，你可不敢跳下去啊，跳下去没命了啊，我抱你。然后现在我就抱着这个小毛豆啊下来了，但是我就不让他在地上跑了啊，昨天刚给他洗完脚，刚给他洗的屁洗的干干净净啊，就不让他下来了啊，我抱着他在下面转一转啊，看一下我的妈咪，对不对？在干什么？是不是给他们新年快乐？是不是？哎，小贝那个衣服实在不行啊，又给他换回去了。哎，太瘦了，撑不起来啊，都没肩膀。然后这个看他的小尾巴，不是那一件哥哥的衣裳，我给小黑穿了。小黑因为小黑也是有点撑不起那衣裳，就是那红的给小黑了，那新的那红的他穿不起。小黑也穿不起，后来还是给他穿着吧。哎，这个衣服好像是一个 XL 的吧，好像是这样。哎，你们仨就不出来了啊，你们仨反正又不跟他俩玩，是不是？又不跟毛豆玩，是不是？所以就不跟他，不放你们仨出来啊。带着毛豆来看一下我的妈咪在做什么东西。哎呀，呵呵，毛豆可爱不可爱？你看毛豆可爱。看不看新衣裳给他换上，你也给他洗掉了，多干净。好看的很。是吧？他养，你还养家一样的毛豆啊？我看到毛豆，他不能吃。你调戏他吧，你找块肉给他，看他吃不吃。弄块肉，热不热？吃吧，吃吧，你让他看看我，大家看看。毛豆看看我啊，吃吧，要给毛豆不吃，要看我喂他，看他吃不吃，看我喂他，我妈喂他，他不吃，我试一下我喂啊，来吃吧，吃吧，没事，毛豆，看我干嘛？有点热，你闻闻，哟，害羞了，毛豆害羞了，吃吧，毛豆说抱着的时候就不吃肉了，兄弟，抱着的时候不吃肉。那啥了，谁吃肉我不管啊，谁吃肉我不管，就是这样。他梦一下来他不习惯。梦一下来不习惯。他这是跟在路上安静的吃，他弄啥了。在路上安静。有的叫白调搞个啥节目。弯不到一块儿的。这个大连婚。弯不到一块儿，主要是这。抱下来就当拜拜年了啊。
给妈妈拜拜年，是不是？让她给你发个红包，对不对？给你发个红包，到时候你再把红包给我，我给你买鸡胸肉吃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是吧，小贝？啊？小贝只能穿这个衣服了啊，就穿上这红的也好看呢。哦，也好看。这被这小帽给他俩都是这红衣裳。啊，都是红衣裳，嗯，其他衣裳都穿着大。这也好看。就是这样。嗯。哎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上楼吧，太累了我太累了，上楼吧，看你舒服呗，是不是啊？抱着舒服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我们上去了。你等我一下啊，我去把那个小贝抱上来啊。刚才上来前我妈说给他们发个红包啊，我说不用发了啊，直接给我，到时候我给他们买肉吃。就是这样。开玩笑啊，把这衣服旧的收起来啊。嗯，这小贝啊下来之后有点兴奋啊，他一直特别想出门啊，但是的话还是不出去了啊。哎，这边也不让他们一起了，因为他们确实玩不到一块儿啊，这撒狗太兴盛了啊。让他们隔窗道个新年好吧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天是春节啊，然后的话外面有放鞭炮啊，小孩大人呢都比较多啊，就是害怕他们受到伤害，到时候找不到他们了，所以今天就他们五只狗哪个毛孩子都不放他们出去啊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，好吧，就是这样啊。待会儿给你发个红包啊，笨笨啊，给你发一碗肉汤红包啊。就是这样，把小贝抱上去啊，然后这里的话一二三四五这五件旧衣服啊，到时候让妈妈给你们洗一下啊，洗一下之后，对不对？你们等到这个衣服脏了，到时候我们再穿再换，好吧？就是这样啊，我今天忙的事比较多啊，待会儿还要去老娘老爷家一趟啊，去把他们接来，对不对？看他们来不来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我妈现在还一直在忙碌啊，从她起来啊，这到快中午了啊，还在忙碌啊，给我们准备这个春节的这个什么这个饭啊，就是年饭啊，因为我们河南都是中午吃嘛，初一中午吃啊。我去吉安捞酿去了啊，吉安捞夜，我看他俩会累，会不会给我这个面子，会不会累？热闹热闹，他吃不了多少东西，我也热闹热闹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收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嗯。然后我现在已经到我老娘家了啊！今天，啊，昨天他们也放炮了，看来啊，就是这样。哎，老爷，那种狗咋么样的呀？啊？可以点吗？比烟儿？比烟儿强得多了。比烟儿强得多了。哦，那打那开塞路游泳啊，打进去了烟儿。嗯，这都中。也吃了哈，你给他耐分，给他还没有开开嘞，还没有喝嘞，嗯，小虎，哎呀，叫我摸摸你，哎呦，真乖，是不是小虎？哎呦，好多了啊，好多了，嗯，我也感觉好像好多了，那开塞路还是有用的哈，嗯，丢啥人呢？就专门来接恁俩嘞，给恁俩接去，今年说啥给俺家过过年。嗯，就是这样，嗯。然后昨天那个谁呀、啊，有一个评论啊，说我给小虎拿来的这些都是空盒子啊，真的是胡说八道啊！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，绝对是有的啊。看到没？这里面都是奶粉，这你打开了吧？这是我老爷打开了啊。喂狗的。喂狗的，看到没？啊，这里面啊，怎么可能是空盒子呢？说的是我不舍得给毛孩子们买啊，都是之前的啊，再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，桌木打开吧，也打开了，嗯，打开了啊，看到没？这里都是蛋黄粉啊，大家看到没？这个东西很贵的啊，本来说是给家里那五个给他们吃的，但是小虎这个情况给小虎带来了，让我老娘老爷喂他，哎呀，小虎好多了，就放心了啊，走吧。挑牙过年，都把车开过来，别多唠上手。我过来的时候，别在那儿吃着嘞，那边儿。啊、他们下午有十字隆冬，上午有那啥活动，反正就是万里活动。坐车吧，都那俩都坐，那俩都坐后头吧。呀，坐后头还得拴保险带儿，啊，都坐后头吧。嗯，啊，穿的可愣整啊，这老爷，嗯哼哼，老干部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光荣完成任务，俩都接来了，俩都接来了。我连
又大又厚又胖，真是。老娘，你看这要给我穿上新上好看不好看？好看，你看那多够好。小黑吧，都喜欢他，就是脑子不太聪明，喜欢叫。都是一千棉袄，不知道谁的。一回一回。旺不旺啊，小黑，你光给人家说旺，你也没有给我旺过。旺不旺？我旺不旺，小黑？嗯，旺哈。好，笑死了。嗯，过来了，叔。刚才给你打电话了啊，现在把我叔也叫来了啊，刚好，等一下一起过个年啊，就是这样。你问问这狗，你说我今年旺不旺？他都知道，他都给你说会儿。旺，旺不旺？旺，人家小黑坐是低我说旺旺旺，对对。同任小吧。嗯，好了，准备吃饭了啊，吃吧。然后现在已经分给他们了啊，这里面有猪肉，有鸡胸肉，有胡萝卜，有啥的啊。这个是过年了啊，这跟着家里一起啊。你吃饭吧，叔，我这边给他们喂好饭，我也该吃了。哎呀，你这伙是不知道啥是好东西，来，哎，知道了吧？这放到你面前才知道。吃吧，小贝。哎，是小贝怼了一块这个猪肉啊，怼开呀。你们在这儿吃啊，还有楼下呢，还有楼下三个呢。新年快乐啊，三个小家伙啊，饭已经给他们分完了啊，这里面的肉啊、米汤啊，都给他们分完了，吃吧。哎呀，吃肉吃慢点啊。嗯，这小花吃到肉了啊，小黑吃到肉跑到屋里去了，我真的是醉了。小黑吃饭就是有点太那个了。终于安顿好毛孩子们这一顿饭了啊，然后我这边也要洗一下手，我也准备吃饭去了啊。就是这样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吃什么啊，我妈都做的什么啊，这一年里面最隆重的一顿饭了，也算是最正规嘛。肉该递下来啊，笨笨，别光吃肉不吃蜜糖啊。好，那小黑别叼着肉跑到哪溜，哪里头还有肉嘞。而且小伙啊对开了，嗯，吃吧。你看瞅我这，嗯，好，没事没事，不是整俩好玩的。你也喝一杯嘛，喝一杯酒。这我妈还在忙啊，一边忙碌啊，一边给我们做饭啊，让她在这儿吃点，就是这样。嗯，然后现在这个最后一个菜啊，我妈已经端过来了啊，真是辛苦了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好吧，真的是。大骨头，好好好，然后这个就是坐下吃吧，妈，坐下吃吧。你给他妈打两杯酒，等会儿敬俺妈一杯，辛苦了。叫脱了吧，叫招脱了吧，招脱了，准备吃饭吧。嗯，我们这一桌子菜都已经准备好了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一桌子啊都是我妈从，反正我起床的时候她已经在忙了啊，就刚好忙到现在啊。他一个人，你帮他磨吧，你跟你不帮，你帮啊，你帮啥？你不帮，我少过呀，你出去玩去了你？你咋过去？我爸没帮啊，我的话是，我也帮不上啊，反正我妈她自己做饭就挺快的，就是这样。那揪还有我，来点揪，等会儿碰一杯吧。碰一杯，叫揪，揪个人倒上就好。早上，好，都辛苦了，新年快乐，都提一下嘛，都端起来吧。好，俺老娘还端起来，都新年快乐啊，新年快乐，谢谢大家，兔年吉祥啊，兔年吉祥啊，然后我们今年越来越好吧，就是这样，我就先干为敬了啊，大家看到没，一杯啊。就是这样，我老娘不让他喝。嗯，然后我们就吃饭了。然后我吃好饭了啊，然后也算是喝高了一点啊，喝晕了。现在来看一下毛孩子们，看他们吃饱了没有？来看一下他们，
我之前也没喝醉过，说实话，我这个人也不属于会有人去参，对吧？邀请我参加聚会啊，说实话没有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去年试着把自己喝醉了一次，但是发现自己，对吧？也就是睡觉，所以今年我也无所谓了，所以我就喝醉了啊，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没关系。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新年快乐，哥们儿要去睡一觉了，好吧？睡觉之后，咱还得把今天视频剪出来，对不对？来给大家看到你们，要不然咋整，对不对？然后到明天看到不是延期了吗？对不对？你们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小花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是吧？其实这就是我现在喝醉的状态啊，就是这样，我也没啥应酬啊，对吧？就是和毛孩子们在一起嘛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你们祝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小花还可以啊，相当配合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去睡觉去了，就是这样。要不然我大家都看不到这个视频了啊，我要去补个觉啊。真的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我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。没关系啊，都会挺过去的啊，没关系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小家伙，没事，不喂他们骨头，不要喂，不要喂。这万一生病了，过年麻烦了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新年第一天啊，祝大家兔年吉祥，对不对？兔年快乐啊！我嘴笨啊，不知道说什么谐音梗啊，我就不说了啊。心意到了啊，心意到了，就是这样，好吧。就这样，明天见，拜拜。